电梯意外兵团哦，中华县政府就率先检验2700台合格电梯加机械的停车位，来确保这民众的安全。中华高中的学生参加美国、日本等六个国家的学校学生用行的哦，行去这台南的乌山头水库，沿途嘛要来募款，准备替非洲史瓦济兰来起水库。另外，秀水乡和平村的这位老妇人人哦，一个人爱照顾后生甲新妇孙啊，生活真困苦。派出所是来结合前线人士等人，摕着生活用品来帮助因。后来，从现在新闻首先来关心，日前在彰化市有机械停车位哦，汹汹拉到来，甲这几台车是底甲密密麻麻，搁再加上高强电梯拉到来哦，造成两死的这个惨剧，小连衰意外，予未少的民众真烦恼。因此，在彰化县政府就率先全国针对这彰化县内领有合格许可证2700台的电梯以及机械式停车位哦，进行这全面的。总体检，车也未动好，就突然间落下来，这惊人的画面是让真侪车主心惊惊。都因为机械式的停车位愈来愈多，加上电梯故障的事件频传，彰化县政府是决定要针对彰化县内2700个领有合法执照的电梯和机械式的停车位来进行全面的体检。是啊，特别要提醒大家，我们大家啊都要啊非常的小心保护自己。那当然，行政机关政府一定要负起责任来做好各项的安全维护的检查。我们彰化县呢，在全国各县市啊第一个创举哈，能够针对我们啊彰化县啊，针对我们的辖区内所有的升降机以及啊机械停车设备呢，来做一个啊全面的安全检查啊，让我们民众可以安心。除了全面体检以外，管护建设处嘛提醒民众，在电梯的时阵爱做好停、看、听、定六大要诀。在搭电梯的时候遇到地震啊、火灾或是特殊状况的话，一定要停下来，不要搭电梯，要看看呢我们这个电梯啊，还有我们的升降设备啊有没有合格的检验标志。在搭电梯的时候要听看有没有这个异常的声音，有没有异常的声音。事实上，一座领有许可证的电梯是要通过定点的关卡。彰化县政府是把其中一关的抽检比率对10%提升至100%，替民众的安全做把关。大专新闻中心梁彰化采访报道。那过来哦，来看这充满爱心的消息。彰化高中的学生哦，讲要替非洲史瓦济兰起一座会冻结3亿公升的水库，因为这需要经费真济哦。这挂学生哦，就串联来自美国、日本等六国10间学校的学生，讲要为咱彰化哦，一路行用行的哦，行到这台南的乌山头水库，参加这国际高中青年的大会师，嘛替这起水库来募款。两年前来自美国、日本等国家的高中生用走路的方式来募款，要替非洲的史瓦济兰起一座水库。目前起水库的经费还差500万。美国非洲之星的创办人在拜访彰化县长邓丕源时阵表示，在史瓦济兰水是真珍贵，水库会当让水集合起来，提供当地平民灌溉和饮水。This reservoir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the people of Swaziland because we've been in a drought for many years. So this reservoir will allow us, when the rains do fall, the mountains provide a natural catchment and all of the rain will come and be stopped at the reservoir so that we can irrigate. 一般国际高中青年领袖会议的彰化高中图书馆指出，每年水库起好，中中的学生将会组团前进联合国，争取申请国际饮水日，提升台湾的国际形象。我们台湾人今天有能力也要到非洲盖座水库，这一切都是高中生走出来，还有县长的帮忙，县长连续每人都捐款。那我们希望明年就可以完成。关掉的批完嘛讲，台湾的农业水准真高，如果史瓦济兰有需要，彰化嘛会尽全力来协助。大专新闻中心梁彰化采访报道。来关心政治方面的消息，彰化市民代表会第七届定期会23号正式展开。代表会嘛来表示会严格来监督这市政建设，替市民哦来谋出这上阶段的福利。彰化市市民代表会第十七届定期会23号由市民代表会主席杨维清主持开幕典礼，代表出席拥有。
头一天的议程真平和，由市长区建府施政报告、公所各单位工作报告，市代会代表也通过这边会议的议程内容。市代会副主席林树成表示，真关心未来市政发展的进度，会督促公所团队迎头赶到城市竞争。今天是第十七届、第七次的定期大会，今这次的新南103年的总预算，所以我们代表同仁也非常关心有关彰化市未来的建设、甲地方的发展，以及整个交通环境啊，以及咱所有的生活品质的提升啊，希望。咱代表同仁甲咱公所，会当为着咱彰化市未来市政发展共同来努力，也欢迎咱所有的咱的长辈时代，咱的乡亲共同来关心，和阮代表会甲咱公所为咱整个未来彰化市共同来奋斗。市大会第七届定期会对10月23日开始，一直到11月7日结束。依个东区扩大都市计划、铁路高架化等重要建设案进度，拢是这边定期会关注的重大议题。多张新闻，南青中华采访报道。今一个新闻重点，要带乡亲来去看这何必贤学校，是将这身心障碍学生为这多位哦，造成这助力，让因有这创作的动力。马上回来。新民意，掌握议程，关心议政，你我一起来。凯擘大宽频陪你放假去，数位电视用户独享三大乐趣：100Mbps光纤上网只要879，轻松飙网去；申办指定方案送泰国机票免费出国去；还有 Super MOD 免费看，再送600元看片金。凯擘大宽频放假去专线0809-009-658。阮花坛出名的 CCU， 香甜豆浆，食过拢学了哦。CCU 三亚文化观光导览活动，10月26日礼拜六早起9点，伫花坛夜市来举行。现场有精彩的歌唱甲舞蹈，趣味的竞赛活动，欢迎大家来参加。CCU 大出路，实在美味，实在好食，欢迎大家小酒斗阵来品尝。新闻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四，嘛是过了这9月20日。根据同岁记载，明仔这在位伫正南方，好时是下晡的1点到3点。下节这暑假开工，另外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关心社会上弱势民众哦，这位住在这河边村的黄无寿老妇人哦，讲80岁啊哦，这厝内哦虽然有新妇伫咧做这临时工趁钱，不过生活也是真困苦。罗岗建分局马明派出所甲河边的村长建友站，以及这顺安宫朱善贵等人，就主动来发起这乐观哦前往慰问，希望会当对因有所帮助。摸到大箱细箱的生活用品，马明派出所的警察志工、经由参加顺安宫慈善会等团体，付出关怀爱心，希望会当替老阿嬷的生活有所帮助。
吼，咱和平村李银行七号街的村民吼，这黄秀，啊，伊就是吼家境有较困苦，一个后生吼，常常都安尼走出去，都唔知落通倒。啊，报咱管区的咱遮派出所嘛，甲找几落摆才找倒，啊，遮找倒啊，若走出去就阁唔知安怎倒。满面了痕，头毛拢翻白。今年84岁，黄五秀老阿妈是来到灶卡洗手台，清洗早起孙仔后生新妇正的碗盘。一家生活拢爱靠着伊家新妇做手工来赚钱起家。跟他一个儿子跟媳妇啊，还有一个孙子住在一起。那黄建峰啊，他年轻时候头部受伤啊，最近有失忆的状况。那常常走啊，常常出去就忘记回来，就常常走失。那也没办法工作，那一般家庭的收入的话，就靠那个媳妇啊做一些代工啊，这样代工啊，工作时有时无。那黄老太太呢，就在外面捡拾一些资源回收啊，来做个贴补家用。大刚目睭一闭开，就是爱照顾精神状况无好的后生，惊伊走出去会拍无去，做临时手工，工作阁无一定，生活是强要过袂落去。啊，当拢我咧煮啦。哦，啊，迄落厂的拢我去咧做。厂几分啊？三分六。安尼啊，你怎几岁？我79啊。哦，我都当做厂哦。系啊。是安怎？啊，无做无通食，无咩都摕来食。马明派出所结合社会善心，关怀帮助弱势家庭，嘛来展现警察柔性的一面。大中华新闻林冠英秀水采访报道。另外哦，即阵即河尾县学校的学生哦，真需要乡亲甲因加油打气，叫要因即2014年专心创作的桌历，内面哦，共有放即学生的创作的道具哦，甲撕贴画钉作品哦，即规本的设计嘛，设计甲敢若游乐村共款，是真古锥古水。无论是道具或者是撕贴画作品，在在拢展现出身心障碍学生充沛创作活力。好比实验学校鼓励学生突破身心障碍，透过艺术创作展现自信。学校收录在一件学生个人创作，各有三件团体创作，这就变成2014年的新桌历展开举办活动。纵然他们是有肢体上的不方便，但是他们对美的追求是跟我们一般的同学跟一般人都一样。我们希望能够将他们最好的作品集结成册，然后呢，募集我们所有社会的爱心，为我们这些学生募集到相关比赛以及上课的经费。李伟翁回避特别来为学生加油，呼吁企业界响应。伊嘛肯定助力义卖，会使让学生发挥才艺，嘛会使让爱心的人参与学校的发展。我们也知道说学校的困境在哪里，那我们很感谢我们基金会跳出来，然后做这么一个活动。我想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它让我们有才华的小朋友有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第二个，我们让更多有爱心的人来参与我们学校。我想会让更多有心的，让更多有能力的人来带动更多的人共同来关心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你公司还要的话，我们还可以帮你抗击。哦，这个你一来嘛，你可以做公司的宣传形象；二来，你又在做好事。桌历一本卖120元，非常精美佮实用。个人或者是企业拢会使做回来做爱心，有兴趣的人拢会使向仁爱赞助本教基金会来询问。多种的新闻，淡水河尾采访报道。啊，那即阵罗定国小六年的学生哦，讲敢那来搞这游乐园共款哦。罗岗地震事务所是甲因在平常时的这切牛土地仪器，以及日本时代的地质资料提到学校来，佮专工哦来举办一个趣味的问答哦，佮准备真济礼物，讲要来送予参加的学生，现场气氛是热烈滚滚。定这边，然后你侧这边的脚，那个角度就出来了，自动会出来。鹿港地震事务所的主任张国基化身老师，向鹿丁国小六年的囡仔讲解地震测量的仪器。这个望远镜里面的十字丝要对准这个临近的中心，然后才会量计出来哦，才会量计哦。学生拢听甲真认真，就好亲像是来到游乐园共款，每一个测量仪器拢真新鲜好耍。怎么规划？从规划那个土地，第二楼是那个在教我们那个在怎么存档，还有那个把怎么会东西，受益良多，真的。因为在那个
在那个里面有提到很多的相关资讯，然后也让我们能进一步了解以后要怎么，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多加利用这个资源。踢球大力甲牵出去，然后切牛丸用钢丝仪器切牛仔长度，前五名会当摕到奖品。小朋友拢真大力甲牵。当小朋友知道说，地震做什么业务，然后我们来到学校以后跟小朋友互动，觉得这个也是不错的方式哈，所以我们自己在尝试。鹿港地震事务所走出户外，下乡来到鹿港各个小工界、各科室的业务，以及古早日本时代的地震资料和仪器操作。那个一课、二课、三课分别办理的业务不同啊，向他们解说，让那个影片来说明。然后我们有那个看板，还有那个早期的测量仪器在陈列出来。然后一个活动叫有趣的竞赛，就是。那个棒球直言，让他们了解说，不用拉，以前是早期是测量是要拉那个距离，现在都不用了，就用光波测距就直接量距出来了，让他们知道这个概念。东岸巡回点主动出击，第一站拍出真好的信号，利用轻松趣味的方式，让学生会当来了解这地震所的功能。高雄新闻林桂英六港采访报道。旧历的九月十九号，讲是这观世音菩萨的出家纪念日。彰化市的开化寺嘛来举办这隆重的庆典仪式，现场热闹滚滚，马上回来。事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接下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特拨专线711-9440，711-9440。最刺激的美国职棒大联盟季后赛与世界大赛，请锁定 FOX 体育台与 FOX 高画质体育台。记下播出画面中的通关密码，就有机会获得 MLB 纪念商品。详情请上 FOX 体育台官网查询。请洽高画质有线电视第一品牌凯擘大宽屏。中华新闻和新闻继续来看，这旧历九月十九，恭喜这个观世音菩萨出家的纪念日。中华开化寺哦，嘛来举办这隆重庄严的庆典仪式，现场嘛来发送这寿桃，和民众吃平安。观世音菩萨信徒真多，旧历九月十九是观世音菩萨的出家纪念日。今仔日一透早，彰化市开化寺的观音亭，就真侪民众准备先回受果来拜拜。市长邱建虎、各市民代表等人，嘛拢来参加庆典，诚心参拜。那同时，咱市个县今仔日嘛办一挂仪式个活动，来配合今仔日咱个庆典。那么咱开化市员工伫这三年来，咱个庙会非常个鼎盛，感谢咱本身菩萨个咱个领导。咱安南两位，咱个白居士、黄会长，大家咧团结一致，从咱个庙宇大家共同来开经营，我咱个这个庙会更加鼎盛吼。啊，我再祝福大家拢有当心理健康，咱观世菩萨，我鼓励大家大吉大利，平安顺心。市大会副主席林祖贤也希望发扬观音佛祖的慈悲救世精神，成为社会安定的力量。大家代表会林祖贤，包括代表同仁，大
来前来啊，来接受，来啊参拜，来上香，上面来接受，另外上面也希望你会当五谷有粮，都比咱大家合家平安，身体健康，同时净化，成为咱社会安定、照顾、相互的一力量。今仔日来观音殿参拜民众真多，从寺庙内外客家满满满。市长邱建富是发放寿桃，和民众早登去吃平安，庆典圆满庄严。多转新闻，南市彰化采访报道。过来是这活动的相关消息，彰化县政府公告，彰化县三山国王客家文化协会，讲26号、27号两天，要伫咧参拜公林宫办理这2013彰化县三山国王客家文化节，将这传统的三山国王圣诞雕像的活动，结合这客家传统文化甲技艺。溪州的成功国小学生带来热烈的客家人赛表演，为了要让民众更加了解三山国王和客家文化的渊源，彰化县政府每一年都跟彰化三山国王客家文化协会合作举办三山国王客家文化节的活动。2627两天啊，会当讲非常的热闹，啊，请大家会当来去那个哦来参拜，啊，加来观摩咧，以及推广。关长代表表示，三山国王是客家人的守护神，也是客家族群的信仰中心。彰化有全台湾上多三山国王庙，每一年县内38间宫庙都会联合举办雕像典礼活动，同时也来举办三山国王客家文化节，让更多民众熟悉客家文化的水。为了我们客家文化的保存，能够举办客家文化节的活动。那我们今年呢，26、27啊，10月26、27啊，就在我们田尾我们会举行呢，我们三山国王庙啊，38间宫庙哈联合的朝拜的活动。联合祈福的活动。2013彰化县三山国王客家文化节26、27号两天将伫参拜的公林宫来举办，现场有客家文物展加客家的传统美食，要让乡亲有食够有量。大专新闻中，谢良中华彩虹报道。过来来关心今日客户各菜市场的这交易行情，总交易量是94公吨，平均的价销是每公斤33.1元。来看这详细交易情形。菜头上价30，中价22，下价12元。各类菜上价43，中价37，下价32。包心饼上价15，中价12元，下价9元。牛肉上价22，中价17，下价14元。鸡上价60，中价40，下价20；菜鸡上价25，中价18，下价10元；翅鸡上价20，中价15，下价8.5元；花鸭鸡上价33.3元，中价24，下价16.7元。鸡上价136.7元，中价135元，下价133.5元。葱仔上价82，中价67，下价50；菜刀上价80，中价67，下价50；鸡仔上价70，中价35，下价20元。今日由原受到这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也是一份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哦。咱中南部地区哦，天气虽然较稳定，但是伫咧这山区的部分，午也是会来出现这短暂雨。早暗的气温也是差介大哦，乡亲是爱注意保暖，来关心详细温度预测。
上就是今日10月23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祝大家一切平安顺遂。我是林桂英，咱再会。心操烦，阿杜胃酸胃损失，努力揉搓镜头对调调。红心加味姑嫂丸，补血调血又养血。姑嫂丸解心烦，养血够元气，调血保青春。已经到心来照顾咱查某人，红心加味姑嫂丸。目睭酸、流目油、看袂清、看袂明，红心明目丸效果好，目睭才会看个清清清。顺中药，红心明目丸上好。钙质流失，骨质疏松，关节退化，腰酸背痛，脚手无力，顺中药脚好无副作用，强筋固骨头，互你脚有力哦。红心大雄丸，红心大雄丸，目睭酸、流目油、看袂清、看袂明，红心明目丸效果好，目睭才会看个清清清。顺中药红心明目丸上好。来见客陪啦！上油啊啦，我袂卡咩啦！你血爱通啊啦！重油重咸，你血爱通啊！果然吃病断运动，你血爱通啊啦！清血油，通血路，顺血压，吃血爱通。红芝血爱通，目睭若健康，人就顺服。较早我目睭真有乌影，目睭阁擦擦呢，这红芝明目丸给我顾甲好势啊好势。咱有血人目睭会酸会涩。会花，会蒙雾，这红芝明目丸真有效。好，你目睭实在有金，会晓经济，红芝明目丸覆盖得志。学生啊，你落车脚手嘛较紧嘞。我的骨质疏松，钙质流失，骨头酸软，脚手无力啦。嘿，唔较简单，吃大香丸就好啊。来这款年岁吼，顾身体就是咧顾家伙。你讲吃啥货？红芝大香丸啦。吃大香丸就对啊啦。台暗时七点半，欢迎收看《大中华新闻》。数位 HBO 电影组为您呈现 HBO HD 高画质，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家中电影娱乐品质全面提升。数位 HBO 电影组让您的家庭电影院更完整，请洽凯擘大宽频0809-009-658。虾米 ，Super MOD 月租费0元哦！是的，现在免费才是王道，只有办凯擘大宽频光纤上网 ，Super MOD 免月租费，还有600元看片金哦！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接下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透过专线7119440，7119440。